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花。今天呢是我回会展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想拍个 vlog。 今天呢，应该说呢，这几天呢回会展呢，其实我都是很没有装扮的，这样出去即是素颜、戴眼镜、披头散发，好少第一次都有啲人咧話咧，你輸錢做緊咩？點解我閒極都唔見你啊？你係邊個幫我？而家又揾唔到我啦，我都唔係喺輸錢入邊做，我喺另一邊做噶嘛，我喺演講嗰邊做嘅。你哋會上 YouTube channel 係啊，錄緊影啊！你哋會上 channel 啊？上 channel？ 搞錯！耶！但係話依度點過？我哋中間有位有得穿，有得穿乜嘢㗎？有得穿過。救命啊！但我會擺喺條後面買啊！哦，其實好人，我喺講大話，我講真大話。佢我妹妹啊，我冇補妝，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